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中房地，我是大齐，今天来到丰原的第一市场，我们先来看里面。这边是它客厅的空间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市场这边的环境。如果你要去太平洋夜市，走路3分钟就可以到了。这个地点真的是非常热闹，不管你是要去银行，然后要找吃的，哦，庙东夜市，还有太平洋百货。就是3分钟以内，全部都可以到达的地方。那走路去，之前是可以看电影的，不过现在电影就是已经收掉了，不然以前还可以走路去看电影的。现在我们来看它这个客厅的部分，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原始屋况，它没有再重新整理过，就留给你自己去发挥。那我们来看这里，这边是厨房的空间。那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哦，怎么会有莲蓬头在外面呢？难道要拿进来浴室里面洗吗？因为这边他们早期是商场，所以这边之前会是洗手台的状态。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边再隔起来，也可以当做一套卫浴哦。那我们直接来看它卫浴的部分。哦，放心，它还是有一套莲蓬头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右边这里。它这是有开窗的，那我们窗户对出去是它一个天井的位置，所以通风没有问题。先来看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它有一点特别，就是这边又多隔了一个和室，那我觉得是不要了，就是把这边这个打掉，这个也都拆掉，让它一整间方正，又宽阔一点，会比较好用。这边窗户对出去是我们的阳台，那这边出不去阳台，我们等一下从另外一间出去就可以到阳台那从这边，哦，这间就没有乱隔，所以说就是比较开阔的空间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阳台，这个阳台非常大哦，大概1.5平左右。往右看一下，这个空间真的太大了。目前开价498万，赶紧来电预约赏物。